2020，我们都活在意料之外。我迟了进场吗？我该离开吗？轮到我上位了吗？前顾后盼，左思右想，生怕做错了选择，错过了机会。其实机会是什么？当我们热血沸腾，目光如炬，那一刻就是机会。当我们废寝忘食，灵光一闪，那一刻就是机会。我们不忘初衷，只争朝夕，那一刻就是机会。当我们再次感受到自己，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期，那一刻我们将看到机会。捉到机会就不再动摇，机会再远也能触手可及。前方少许黑暗，只要心坚定，也能看到机会。调整心态，机会永远在眼前。Vivo.